爱到站了，大家觉得好不好听？现场怎么都没有跟着一起唱啊？有，我看到大家的嘴型都有在动，就是没有发出声音。因为大家都很专心的拿着这个手机还有相机一直在狂拍。但是其实看到大家就是都会跟着唱，你们都有看那个《热海恋歌》对不对？有。所以你们刚刚听的这首歌是不是特别有感触？会想到秀秀，因为我《热海恋歌》的剧组的我们剧组的人有到，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忍，因为我想说，哎，如果哭的话，我歌一定唱不好，因为大走音。我想说，你们一定会很失望，所以我想说一直忍，忍到现在。但是看到好多人，加油！加油！加油！没有，现在没有下雨了。现在放晴了，有没有？现在不会下雨了。你看这天气一定会好到整个签名会结束，所以。我懂这种感动，因为其实我们现场的歌迷朋友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你知道哦，我看到歌迷朋友们在台下也拭泪，很感动啦。因为有自己高中的同学也都在现场，然后有星光的朋友，然后有自己一路从星光大道到现在都支持我的人，还有剧组的人，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但是我也很谢谢你们今天可以到场，因为我真的想要看，就是让大家看到真的李倩娜变了。然后跟以往的李倩娜不一样，我也会继续努力，不断的努力让你们看见，也希望你们就是可以一直在我身边支持我。其实已经很厉害了，在这个戏剧有这么好的成绩，然后歌迷的朋友们都始终的从这个第一张专辑就支持到现在，相信下一张专辑会有更多更多又更多的认识。但是从这张专辑开始，我们就已经要让我们现在所有西门町的朋友，如果你觉得刚刚的那一首两首歌曲有深深的打动你的话，现场不妨待会儿在我们这个李倩娜待会儿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还会帮忙把其他专辑的这个所有的歌迷朋友们专辑签一签嘛，因为我们其实后面有一些歌迷刚刚就在跟 SWAP 反映说，哎呀，前面都很多那个媒体朋友，他们都没有办法站得很前面，因为有很多都是带着小朋友来，所以待会儿可以帮我们把现场每一位大家的专辑还有海报都签。会，我一定会。然后你们想要拍照的朋友，我都很乐意跟你们拍照。哦，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拍照。所以准备好你的手机跟相机了，那我们请那个倩娜先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好，我们待会回到台上，谢谢，就帮我把所有的专辑都签完哦，好，谢谢。